到了 ，OK， 到 Lee Garden 了。不过我改变我的主意，因为我经过了这一间店啊，我经过了这一间店有高蟹，一只是差不多是200多块泰铢了，我是觉得价钱还可以，很鲜甜，非常鲜甜。不过我这只不错，很鲜甜。这个是胆固醇爆表。这如果更大只的话，点放在饭上面的话，应该是一种很鲜甜的饭。嗯，这么多次哈，这次算是比较有时间可以逛啊。来，给你们看，在他们家现在啊，他们经常都会看到啊，很多店现在都有 steamboat。做泰国人啊，就非常的喜欢吃麻辣。麻辣锅可能非常合他们的口味吧，他们很喜欢吃麻辣锅，泰国人。这个好像不错哦。我现在要 cross 这个天桥， OK， 之后去到对面那边，对面那边很像有一个像 market 这样的地方，应该很像也蛮有东西好逛的啦。好，我现在过去看一下，人蛮多，我过去看一下，要过这个天桥先。我觉得这个他在这边哈，这个好强啊，这个他们的那个电线啊，插来插去插来插去，很强。车子开始多了，因为现在这个是放学的时间，放学下班的时间，所以那个车辆开始多。一般来讲，如果是遇到下雨天啊，又是傍晚的时间啊，这边很塞车的这条路。因为有都看到卖鱼的档口啊，哦，卖菜的档口啊，水果啊，我的看，我就跟大家一起走一走这个街市吧。这个应该是当地人啊。这菜市场，小型的菜市场。你如果是在泰国啊，好啊，在哈宅的话啊，你会听到，哎，奇怪，为什么他们讲那个泰国话啊，口音不一样？因为这个是他们当地的口音啊，他们当地哈宅这边泰国话的口音，要听好几次才听得懂。这是找菜饭的档口，瓦迪卡。这个是像我们的那个鸭板啊，鸭板鸭柜，短短的一条菜市场。这一个地方哈，它是在 Asian Market 附近的一个市场啊。哦，我看大多数这边哦，都是Muslim 啦，因为他们都包着头巾，哦。螃蟹哟，卖虾的海鲜档口。刚才我就从后面那个菜市场里面走去后面绕了一个大圈，啊。经过了他们的那个当地人的住宅区之后，就从这边小路出来，所以在他们家这边的路啊，真的是每一条都可以通来通去。这个就是刚才啊我拍的那个市场，菜市场卖鱼的，这边是卖那个应该是做椰丝的。原来 Lotus 也没有很远，那边是我住的酒店，走过来45分钟。OK， 我们就到麦当劳 Lotus。这是 Main Road， 所以你要骑一辆摩托车啊，或者是嘟嘟车的话，应该不会太难。
刚才我就问那个当地人哈，这边走过去丽嘉在哪？大概需要多远的时间？他讲差不多是2.6km了。他讲好远，他有车要送我过去。我讲不用紧，我慢慢走过去，因为反正我有时间，我就到处逛一下看一下。好，有车。哎，外面是老车，之前有来过了。这条路开车经过无数次，都在车里面，不过真的是走路还是头一回。好歹现在头发短了。哦，好热，应该差不多快要到丽嘉站了，我觉得应该是差不多要到了。坚持住，看一下到底从啊Central Festival， 就是我住的酒店对面啊，走过来这边丽嘉站要多久的时间？反正都已经走一大半了，所以坚持走完它吧。现在已经在丽嘉站的附近了啊，我已经走了1.15小时走大路啊，1.15小时，现在已经差不多快要到丽嘉站了。前面就是丽嘉站了，到了 ，OK， 到丽嘉站了。不过我改变我的主意，因为我经过了这一间店啊，我经过了这一间店有糕蟹，所以我就决定啊，来这一间店试试看他们的糕蟹，清蒸糕蟹。老板会讲他华语，很好，很friendly的老板。所以这一间就是他的店啊，所以我就试看进来吃他的糕蟹。现在没有人，所以是好时间可以吃。酒店那边拿走路过来丽嘉站，我想看到底是需要花多长的时间。不过经过这间店，我就改变了主意，不要直接去丽嘉站，我想试一试他们的螃蟹。好，现在螃蟹已经到了，就是这个膏蟹，之后这个是他们的那个海鲜酱料，哎，这个就是甘蔗水。膏蟹跟老板讲，叫我suggest我用清蒸啊，确实是膏是蛮多，还可以，很鲜甜，怎么？确实是很多，不错，味道还可以，掉了。哎，这一只是差不多是200多块泰铢了。我是觉得价钱还可以，味道很鲜甜，味道很鲜甜。老板讲，但未必大只的就多淡，还是要看运气。不过我这只不错，满满的蟹，膏蟹，可以啊，不错，好吃，鲜甜。原汁原味了 ，OK， 这间不错，确实不错。喜欢吃螃蟹蟹膏的朋友，你们可以过来哈。哦，再另外点多一道就是这个大头虾，插下去是 Q弹的。我讲这样子 size 虾差不多 roughly 是7只1公斤，这我在办公室就很大只。如果是你要那种大只的，是2只1公斤的话，就要提前预定。那是大头虾，它的那个 size 很多，确实是很便宜。老板推荐的，果然不错，很鲜甜。这个是胆固醇爆表，有点后悔哦，因为只点了2只。都点了2只，因为，那段很鲜啊，我觉得我应该放下来吃。那如果啊够大只的话啊，点放在饭上面的话，应该是一碗很鲜甜的饭。误打误撞走了进来，不过确实是有2下功夫。
这个烤虾烤的时间刚刚好，这个刚刚好，很鲜甜。这是中泰料理。阿伟吗？阿伟吗？啊，一共吃了620块泰铢，620块泰铢的话，应该是马币80多块吧。两只大头虾，一只螃蟹，最主要是烹调的还不错，海鲜很新鲜。给你们看一下，这是间店，这间店叫招奶铺凯，招奶铺凯就是招奶就是老板，铺凯就是高蟹了，就是长得这个样子了，在这边。那边就是 Lee Garden， 看到那个美多纳吗？啊，那边就是 Lee Garden。OK， 我们这边看过去就看到 Lee Garden， 直走过来，在这个地方哈、哦，啊，你就可以看到这间店。OK， 就在这里了，招奶不凯。OK， 先讲话一下，不知不觉我们已经走到，在Lee Garden 附近了。OK， 这边全部是脚底按摩的店啦。OK， Lee Garden Plaza Hotel， 所以一共用了差不多1小时45分钟，从 Crystal Hotel 走过来 Lee Garden， 到现在这 Lee Garden， 哦，这是4个小只的100块，大只的一只100块。在卖豆的档口，这个灯我之前也是有拍过了，不过今天呢走到过来的话，我就再拍拍看。这是哦，这边有那个榴莲糯米饭，萨瓦迪卡，萨瓦迪卡，这边有那个芒果糯米饭，还有一个就是榴莲糯米饭，好，拍过的我就不重拍了 ，OK。不要太想去，我的那个 GoPro 也不太有电了，所以明天我出去的话，我再继续拍。过一下我应该是会搭出租车回去酒店休息了。OK， 所以我们明天再见啦。OK， 拜拜，萨瓦迪卡。在瓦森里面 ，OK， 最主要就是来买这个，因为保护自己的家人啊，在回家前验一下 COVID 比较安全，好。爱护你的家人。